把狮子拿回去吧，要么打走拿走。哎，张腾，好嘞，快快快快快，洗脚不？哎，这不我带的吗？周柯宇给我的。周柯宇，哎，那你干嘛带的？突然把这门锁了。我不是我在地上捡的。我说了不是我的，不是我是装衣服的，都是我把脏鱼丸扔搁衣服的当垃圾袋了，你说走，十二个鬼，我们把这个狮子拿回，不是两个，我们把这个狮子拿回去吧，要么拿走拿走，狮子拿你也没有拿，狮子拿你也没有拿，分一个给我们吧，分一个给我们吧，这么说你们屋放得下吗？放得下，分一个嘛，分一个嘛，分一个给我们嘛。我们其实真的是哇，大分手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他们到底多乱。